大家好，我是宝气之港，欢迎来到全网最低脑力投入，轻松愉快，甜蜜丝滑，快速转码 Python 频道。各位看官请伸出您发财的手指，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点赞转发评论。都说学海无涯苦作舟，我特别研究出这一套甜过初恋的风格，邀请来四位漂亮妹妹来和大家一起将这学习的苦海转化成甜蜜的波涛。首先要祝贺大家，通过我们在前面11章打下的基础，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开发有意思的交互式项目了。我们在接下来的3章里面呢，会着手完成 Python 开发游戏项目。简单来说，我们将使用 Pygame 包来开发一款 2D 游戏。它在玩家每消灭一群向下移动的外星人之后呢，都将玩家提高一个等级，而你的等级越高，游戏的节奏就会越快，难度也会越大。完成这个项目之后呢，你就会获得自己动手使用 Pygame 开发 2D 游戏所需要的技能。那 Pygame 它这是一组功能强大而非常有趣的模块，它可以用于管理图形、动画乃至声音，让你能够更轻松的来开发复杂的游戏。Pygame 这个利器可以把你从众多繁琐而艰难的编码工作里面解放出来，它可以帮助你处理屏幕上绘制图像等的这些任务，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和思考放在程序的高级逻辑上。那从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将创建一艘能够根据用户输入而左右移动和射击的飞船，我们还将创建一群作为射杀目标的外星人，并做其他的一些改进，比如说限制可供玩家使用的飞船数量，或者是添加积分牌，甚至是引入飞机动画等等的。那从本章开始呢，我们还将学习管理包含多个文件的项目，我们将重构很多代码，以提高代码的效率，并管理文件的内容，以确保项目组织有序。通过创建游戏是学习编程语言的一个理想方式。看别人玩你编写的游戏会让你很有满足感，而编写简单的游戏呢，是有助于你明白专业级游戏是怎么编写出来的。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请一定要动手输入并运行代码，以明白各个代码块对整个游戏所做的贡献，并尝试不同的值和设置，这样的话能帮助你更好地掌握提升游戏的交互性的能力。我们要做的这款游戏叫做《外星人入侵》，这个游戏将包含很多不同的文件。为了便于管理呢，请各位小伙伴们在你的电脑系统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最好呢是将它命名为 Alien Invasion。 那请务必将这个项目的所有文件都存储到这个文件夹里面，这样相关的 import 语句才能够正确的工作。在开始正式编写游戏代码之前，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使用 Git 来进行版本的控制。如果你对这个内容很了解，可以直接跳到下期节目里面。那什么是版本控制呢？版本控制软件其实就是让你能够拍摄处于可行状态项目的快照。当你修改项目之后，如果项目不能正常的运行，我们需要把项目恢复到前一个可行的状态。粗浅的解释就是有点类似于 Word 文档里执行的 Ctrl 加 Z 的命令效果。那通过使用版本控制软件，你就可以无忧无虑的来改进项目，不用担心项目因为你犯了错而遭到了破坏。对于大型项目来说，这显得尤为的重要，尤其是即使是对于较小的项目，哪怕是只包含一个文件的程序，这也是大有帮助的。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学习如何安装 Git， 以及如何使用它来对当前开发的程序来进行版本的控制。Git 通过跟踪对项目中每个文件的修改来实现版本控制。Git 也是当前最流行的版本控制软件，它包含了很多高级的工具，
可以帮助团队协作开发大型的项目，也非常适合独立开发人员来使用。 Git 可以在所有的操作系统上运行，但是不同的操作系统它的安装方式略有不同。如果你用的是 Linux 系统，那请执行这一条命令。那执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在项目中使用 Git 了。如果你用的是 Mac 系统，很有可能 Mac OS 系统里面已经安装了 Git， 因此呢，请尝试执行这一条 Git version 这个命令。那如果你在输出中看到了具体的版本号，说明你的系统安装了 Git。 如果你看到了一条消息提示你安装或者是升级 Git， 你只需按屏幕上的说明做就可以了。那你也可以访问这个链接来下载适合你所有系统的安装的程序。那因为我用的是 Windows 系统，所以我就是通过这个链接来下载到适合我的版本的 Git。 点击这个链接，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网页的图面，那你可以滑动菜单以了解更多关于 Git 的信息。我通过点击这里的 Download 键，那下载并安装了 Git 2.39.1这个版本在我电脑上。那安装的时候呢，第一步我就直接点这个 Next， 第二步选择你要安装在电脑里的哪个位置，我就默认的是在 C 盘里面。第三步和第四步我遵循的是默认值，直接点Next。 第五步和第六步我遵循的是默认值，直接也是点 next。 但其实第六步这里有一个新的功能，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当时就是有点点的太快了，忘记了选啊，建议你呢勾选上。第七步和第八步我也是选的默认值，直接点 next。 第九步和第十步我也是选的默认值，直接点 next。 第十一步和第十二步我也是选的默认值，直接点 next。 那我这里呢是快速的把安装的过程过一遍，到时候大家自己装的时候呢心里就更有底了。第13步和14步我也是选的默认值，直接点 next。 那到第15步这里呢，我做了两个尝试，本来默认情况下这两个都是没有勾选的，我把它们都选上了，就尝试一下新功能呗，然后就安装。那等这个绿色进度条跑完了之后，你就安装好了。当你安装好了之后，你就会在你的 Windows 系统里面发现这三个刚刚添加的 Git。 如果你点击这个 Git 归，你就会启动 Git。 那请大家先按耐住激动的心情，我们稍后再来启动 Git。那友情提示一下，这一期节目我们所接触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以前完全没有提到过的，因此呢，我建议的学习方式是大家跟着我快速的浏览一遍这一期的内容，知道每个命令的作用和每次 git 输出值的意义，然后你再上手操作一次就行了。以后我们在实际的操作游戏代码的时候呢，就会反复来加深对这一期内容的认识和掌握。如果你想要一来就搞清楚这期节目里面所有的技术细节和底层逻辑，这个会让你感到压力山大，甚至萌生放弃的念头。所以啊，我的建议就是快速了解，不求甚解，但是呢，脑海里面要留下每一步操作的印象，算是种下一颗几代萌芽的种子。那这颗种子日后呢，会在你的心里面长成一棵强壮高大的技能树的。好嘞，接下来呢，我们在系统里面创建一个Git Practice 的文件夹。文件夹里面有两个文件，其中一个是 Python 的程序文件，我们把它命名为 Git Practice.py 啊，那里面只有这一条代码。我们将使用这个程序来探索 Git 的基本的功能。另一个文件我也是在 Spider 里面创建的，里面也只有这条代码，请大家一定要照着我的这个格式和内容输入啊，注意到这两边都是两条下划线短线。那这个文件存储为
git ignore 啊，这个文件名是以句点打头的，而且它没有扩展名啊。这个文件名比较特殊啊，它是能够让 git 忽略目录那个叫 pycache 中的所有的文件。那使用文件这个git ignore 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项目的混乱。这个文件存储好了之后呢，在我的电脑里面所显示的状态是一个文本文件状态，我们就让它保留在这个位置，不管它就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配置 git。 我们点击启动刚刚看到的 git 归，然后会出现这个窗口，我们点击这个Create new repository， 然后导入刚刚我们创建的文件夹的地址。哒哒，这里我们就算是开仓了啊！这个不是股票的开仓，是在 Git 里新建一个仓库的意思。这个仓库里面有一个目录，它包含了一个 Python 文件和一个 Git ignore 文件。现在呢，我们来初始化仓库。通过这个下拉菜单，我们来打开一个终端的窗口。在终端窗口里面，我们输入 git init。 大家看后面这些输出，就表明 git 在 git practice 这个文件夹里面，它初始化了一个空仓库。仓库是程序中被 git 主动跟踪的一组文件。那 git用来管理仓库的文件都存储在隐藏的 git 目录中，那你不需要跟这个目录打交道，但请千万不要删除这个目录，否则呢，你将失去项目的所有的历史记录。接下来我们来输入 git status， 这是用来查看项目的状态。在 git 中，分支是项目的一个版本，从这里的输出可以看出我们位于分支 master 上。我们每一次查看项目的状态的时候，输出都将指出你位于分支 master 上。接下来的输出就表明我们还没有做任何的提交，那提交就是项目在特定时间点的快照。Git 指出了项目中未没有被跟踪的文件，因为我们还没有告诉他要跟踪哪些文件。接下来我们被告知没有将任何东西添加到当前的提交中，但我们可能需要将未跟踪的文件加入到仓库中。接下来我们尝试将两个文件加入到仓库里面，并再一次检查这个状态。这个命令 git add 啊，然后这里有个空格加句点，那它是将项目里面没有被跟踪的所有文件都加入到仓库中，它不会提交这些文件，而只是让 git 开始关注它们。现在我们检查项目的状态的时候，就会发现 git已经找出了需要提交的一些修改，这个标签 new file 意味着这些文件是新添加到仓库里的。接下来我们来执行第一次提交，我们要输入这一串代码，但是大家请看，这里出现了问题，就是 git 提示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忘记做了，就是表明我们的身份。因为 Git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是能跟踪谁修改了项目，哪怕你参与项目开发的人只有一个，因此所有通过 Git 来控制版本的使用者都需要提供你在 Git 上的用户名和绑定的电子邮箱，以确认你的身份。按道理呢，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做这一步，但如果你忘记了，在首次提交的时候呢， Git 也会提示你完成身份证明。那如果你在这里还没有在 Git 上有注册你的账户，我建议你先上 Git 的网站去注册你的账户，绑定你的邮箱。那我就在这里呢提交了我的注册邮箱和用户名之后呢，我再一次输入这一段代码，
大家看，我们执行命令 git commit 横线 m， 然后这个 message， 这个命令可以帮助我们拍摄项目的快照。这个标志 m 是让 git 将接下来的消息 started project 记录到项目的历史记录中。这里的输出就表明我们在分支 master 上，而且有两个文件已经被修改了。现在我们再来检查状态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对吧，在分支 master 上，而且它的工作的目录是干净的。这是你每次提交项目的时候，你每次提交项目的可行状态的时候都希望看到的消息。如果显示的消息不是这样的，那请仔细阅读，很可能你在提交前忘记了添加文件。 Git 它会忠实的记录所有的项目提交。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交历史，请大家看这里啊，就每次我们提交的时候 Git 都会生成一个包含40字符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引用 ID。 它记录提交是谁执行的，提交的时间以及提交时指定的消息。这些信息虽然很重要，但也显得冗长麻烦，而且这些信息我们并不是每次提交的时候呢都需要看到。因此呢 Git 就提供了一个选项，让你能够打印提交历史条目的更简单的一个版本，就是执行这个命令 git log 双横线 pretty 等于 19 啊，请注意这里是双短横线。它的输出就指定我们显示两项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提交的引用 ID 以及未提交记录的消息。那么现在我们来直观的来体会一下 Git 的版本控制的能力。我们需要对项目进行一个修改并提交所做的修改。首先我们在 Git practice 这个 Python 文件中添加下面这行 Hello everyone 的代码，然后我们再返回到 Git 中查看项目的状态，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 Git 注意到了这个文件发生了变化。这里的输出就指出了我们当前所在的分支被修改了的文件的名称，还指出了所做的修改并未提交。下面我就来提交所做的修改，并再一次查看这个状态。那我们再次执行的提交之后呢，并在执行命令 git commit 时指定了这个标志 am。 大家看啊，这里我这里应该是反反复复在两个文件里面都有修改，那 git 全将这些修改的操作记录都记下来了。那这个标志 a 就是让 git 将仓库中所有修改了的文件都加入到当前的提交当中。这个标志 M 就是让 Git 在提交历史中记录一条消息。我们查看项目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工作目录也是干净的。最后我们发现提交历史中包含了两个提交，也就是这里看到的两串40位字符的 ID。假设我们不小心写错了程序，需要撤销上一步的修改。比如说我在这个 Python 文件里面加入这么一句 Oh no, I broke the project。 那保存并运行这个文件，我们来查看状态。 Git 它也注意到了所做的修改。那理论上呢，我们是可以提交所做的修改的，但这次我们不提交所做的修改，而是要恢复到最后一个提交。因为我假设的是我最后这一句代码把程序给搞坏了，而在之前项目里面它是能够正常的运行的。因此呢，我们不对 git practice那个这个文件执行任何的操作，也就是说我既不删除刚刚添加的代码行，就我不删除刚刚添加的代码行，也不使用文本编辑器的撤销功能，而是在 git 的终端对话里面我们来执行这条命令，就是这个 git checkout。这条命令让你能够恢复到以前的任何提交，
执行命令 git check out 就会放弃自最后一次提交后所做的所有的修改，那将项目恢复到最后一次提交的状态。我们返回到 Spider 中，就会发现程序文件就已经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就这个项目而言，恢复到前一个状态并不是什么重大的事件，但如果我们开发的是类似于暴雪公司出品的大型项目，其中数十个文件都被修改了，那么当我们执行恢复到前一个状态的指令的时候， Git 将撤销自最后一次提交后对这个文件所做的所有修改。这个功能很有用，也就是说，当你想要在程序中添加新功能的时候，你可以根据需要做任意数量的修改。如果这些修改不可行，你也可以撤销它们。而且呢，这不会对项目产生任何的伤害，你都不需要去记住这些去记住做了哪些修改，即 Git 会替你完成所有的这些工作，这也省去了你去手工撤销所做修改的麻烦。那实际上呢，我们可以检出历史中的任何的提交，而不仅仅只是最后一次提交。为此呢，我们可以在命令 git check 的末尾来指定该提交的引用 ID 的前六个字符，这个 bf41cb 就是我这个提交 ID 的前六个字符，这个在你的电脑上应该是一个不同的字符。那通过检出以前的提交，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审核，然后返回到最后一次提交，或者是放弃最近所做的工作，并选择以前的提交。检出以前的提交之后，我们将离开分支 master， 并进入 git 所说的分离头指针状态，就是这个 detached head。这个 head 就表示项目的当前状态。之所以说我们处于分离状态，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一个命名分支，这里就是 master。 要回到分支 master， 我们可以执行命令 git check out master， 这让我们回到分支 master。 当然了，除非你要使用 git 的高级功能，否则在检出以前的提交之后，最好不要对项目做任何的修改。然而呢，如果参与项目开发的人只有你自己，而你又想放弃较近的所有的提交并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你也可以将项目重置到以前的提交。为此呢，我们可以在处于分支 master 上的情况下执行这四条命令。那首先通过命令 git status， 我们首先来查看状态，确认呢我们在分支 master 上。通过命令 git log 这个 pretty 等于 on one line 来查看提交历史，我们看到了两个提交。接下来我们来执行命令 git reset hard， 并指定要永久的恢复到的提交的引用 ID 的前六个字符，就是这个651252，这句话有点拗口啊。好，然后我们可以再一次通过命令 git status 来查看状态，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回到了分支 master 上，而且没有需要提交的修改。这里呢，因为篇幅有限，我就不单独展示这个回到分支的状态了。我这里呢，直接再一次查看提交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处于要从它重新开始的提交当中。最后我们来学习如何删除仓库。那有时候仓库的历史记录被我们搞乱了，而我们又不知道如何来恢复。如果无法恢复，而且参与项目开发的人就只有你一个，那其实我们是可以继续来使用这些文件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将这项目的历史记录全部都删除，也就是说我们要删除目录 git。
这不会影响任何文件的当前状态，而只会删除所有的提交。那删除提交之后呢，我们就无法检出项目的其他任何状态了。我们可以通过命令行完成这个删除 git 的任务。这样做了之后，我们需要重新来创建一个仓库，以重新对修改进行跟踪。下面我来演示一下如何在终端绘画里面来完成这个过程。这一页的内容有点多啊，大家看我这里其实有关键的七步啊，我都标出来了。我们首先来查看这个状态，发现工作目录是干净的。接下来我们使用命令 rmrf.git 来删除目录 git， 删除文件夹 git 后，我们再一次查看状态时，就被告知这不是一个 git 仓库， not a git repository， 因为 git 用来跟踪仓库的信息都存储在文件夹 git 里面，所以删除这个文件夹也就意味着删除了整个仓库。接下来我们使用命令 git init 来新建一个全新的仓库，然后我们查看状态，发现又回到了初始的状态，等待着第一次提交。那我们将所有的文件都加入到仓库里面，并执行第一次提交。最后我们再一次查看状态，发现我们在分支 master 上，而且没有任何未提交的修改。好了，这就是整个删除和重建的过程，小伙伴们，你们都 get 到了吗？那我知道这一节的内容大家应该是听得有点一头雾水的，我也是尽量把讲话的速度放慢，为的就是为了尽量的减少这个密集信息的输入带来的不适感。但实际上这一节的节奏是非常快的，这一期节目我们所接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以前完全没有提到过的，所以呀，我建议的学习方式是，就是跟着我快速的浏览一遍这一期的内容，知道每个命令的作用和每次 git 输出值的意义，然后你再跟着视频在你的电脑上实际的操作一下，加深你的直观感受。请不要去试图了解这一期节目里面所有的技术细节和底层逻辑，那会让你感到压力山大，甚至萌生放弃的念想。其实只要能够快速上手，我们可以不求甚解，给脑海里留下每一步操作的印象，就算是种下一颗几代萌芽的种子，这颗种子日后在你的心里一定会长成一棵强壮高大的技能树的。操作了之后呢，你一定会有一种距离程序员百万年薪 offer 更进一步的感觉，这真是美滋滋啊。那我希望这样的分享能够帮助社区小伙伴们能够更快更轻松的来掌握 Python 这门程序语言，鼓励我们一起多一些坚持，少一些沮丧。如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我觉得我花在这个视频上的时间就很值得了，我这平凡卑微的人生也因此多增加了一点意义。好了，不耽搁大家的时间了，请大家注意休息，也请务必抽时间练习。我们下期节目见。好了，小伙伴们，今天我们的学习呢就先到这里。正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转马路上一起走。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怀疑、质疑、批评、建议、肯定、鼓励，你的个人研究成果、代码成果，都欢迎你在评论区里面发表出来，让我们共同进步，持续的向前。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啦，祝各位转码顺利，马上起飞，马上发财，马上挣钱，拜了个拜了。